特支付来了，从此成为你唯一的支付域名，炫动你的手指，保姆式支付。听说了吗？国内五大银行不是将携手 IFTG 成为率先采用 Hart Pay 新型支付产品的商业银行？哈特是个什么东东？没听说过。就让我来告诉你吧。Hart Pay 是一种支付地址，它是 IFTG 在2013年9月发布的 IETF HIEP 1.0 版本中推出的技术，中文名称是电子钱包支付通信标准技术。基于该技术，发布了哈特支付技术规范，即使用哈特支付域名解析银行卡，实现银行卡无卡化安全签约与交易。通俗来说，它将成为你在线支付的一个域名地址。现在支付方式这么多，哈特支付又有哪些好处呢？好处可大了，它为用户提供了一整套基于移动互联生活的快速金融服务。除了正常的消费类支付外，还将推出各种涉及支付的移动化便民产品，以及迅捷的小额融资服务，让你随时随地动动手指就能瞬间享受到财富带来的乐趣。难道还有投资的机会吗？真让你猜对了，红窗网络正在创立一个全球资本控股公司，用项目和实有资产做支撑，发行一种虚拟金币哈特贸易币，用以哈特支付平台跨境贸易的流通，减少外汇兑换中间环节，为投资者的认购和保值通过第三方平台进行严格监控。说人话。好吧，总结几点。一、秒注册。在各种交易环境中选择哈特支付，手机绑定银行卡后即激活了您的哈特支付账户，无需重复填写各种个人身份信息。二、够安全。哈特三道屏障确保您的支付安全。一、用户注册身份健全流程由银行完成，在银行动态支付密钥的保护下，最大程度上减少了银行卡盗刷的风险。二、支付时，哈特只负责订单发送和结果接收，由银行通过短信验证实时完成支付令牌和动态密钥的核实验证。三、允许用户对银行卡资金转移和交易进行限额控制，发现风险立即联系用户终止交易。怎么样，是否有一种想要立即体验的冲动呢？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、别急， IFTG 不日将正式推出 Hart Pay 哈特支付产品，到时候我们一起体验一把这么炫酷的支付吧。